肯定会越来越增值的吧。但是因为房产啊、黄金呢、啊、其他的一些投资品吧，波动太大，你那个汇率不是太稳定，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适。从近期来看呢，我们是觉得因为市场的这个价格的提升，市场的份额的增大呢，所以大家原来很多的收藏的珍贵的文物艺术品，他们觉得在这时候拿出来拍卖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吧，可能价格会更高。所以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拍品的这个拍，就是有一些拍品的这个它的珍贵的程度有比以前有很艺术品已经到了一个，啊，是把艺术品已经作为一个理财的一部分，是吧？为什么我们从投资，啊，原来我感觉我们只是一个收藏，是吧？今天到了一个投资收藏，是吧？是基于一个我们国家的，是吧？国强民胜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从我来说，我对我自己的判断，我感觉我是正确的，是吧？